花花随便玩呗。好的。乐云把这九分追回来。喂。乐云这下得拼命了。<笑>来吧，步惊云。乐云多少片？你们查的都九块，九块，九块吗？因为落后九分，他打算一下追回来。啥九块啊？我们整两块，你们都还输呢。再多整几块吧，十块。十块了。哎。等等，够了，三四块就赢了。11，哎呀，我们也是11啊，我偷给花花多放了一块，<笑>让他心里没有障碍。把所有的心眼啊都用在家族内部。<笑>没事，在家，加，不是，哎，庞大，14块。 不是你们要赢了，后边我要批20坨。<笑>你考不考虑后边那个人？师哥，你啥时候要过那墙啊？<笑>可以啊，你们选的题型是什么？开人物啊，开人物，我们人物。全部会成为智慧，加点气势，想要世界调转。 亦未系难事，加啲方式，加啲创意。天哪！花花首先批断了5块，答案是韦小宝跟康熙，建宁公主。 这个是《鹿鼎记》的歌曲啊，回答正确，白惨了，再一个加油。小宋，你好像一个就行了，我已经十几个了，14个了。小宋，你无实物就行。<笑>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咋得有一个呀？让我这心里阴影。<笑>咋的？14？你低于14块就是认输。我就14个。 那也只是打平，15个，优秀。哎呀，哥，你真劈不开15个，我试试。我先试一个，一个都这么硬啊？你以为呢？一个都这么硬啊？ 我要15个呀，一个都麻了。5块，你们俩比哪个？还是人物吧。人物啊，好，我答不上来呀。那这样行吗？就是小宋这边好多歌他都没听过，太小了，昨儿刚出生。啊，咱们公平起见，就是全队可以帮着猜。同意。不然的话，对小宋确实有点不公平。好，但是。 最终答案的确定只能从他们两个人口中说出来。可以，可以，请听歌。 14个，15个。我先批的，你先说。5，4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包拯八贤王。包拯八贤王，回答正确。哦，上天包青天。哎，<笑>没得比了，没得比了，已经输了，就应该告我们再批一两把。因为这边有卓哥，所以他们各种不服气，他们一。